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 7-Eleven 君悦玛萨拉烤鸡饭，它的售价是109元，这是它的标签和微波参数，这是营养标示和成分表。打开盖子后，完整画面呈现，这是主角烤鸡，肉分量还算可以，烤鸡吃起来还不错吃，有厚度带皮咸香的，烤鸡沾酱更好吃，有花椰菜和马铃薯和胡萝卜，分量各为一个，一定要把酱和饭拌匀，这样才能发挥出风味。这是拌匀后的画面，这是紫洋葱，吃一口饭后，咸甜酸还带点辣，很开胃，香料从嘴里发散开来，让人口齿难忘。谢谢大家收看。